是什么时候，有没有一个值得等理由？你大声笑了，是什么时候？是不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伤口？该笑就笑，想哭就去哭，是一种享受。别忘记你拥有喜怒哀乐的自由，随心的发泄可口，爱就爱到恨就恨到，不要再让你的喜怒哀乐按耐太久。什么时候，什么感受，一起一路都要跟着心情的节奏。心情